当闺蜜在换衣服时，你在干嘛呀？大家都在等你。我好像手机忘带了。嘿，商品给啦，杨茶心啦。哎，我先说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大家都在等你练团舞啦，你好了没呀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在换衣服呢。我是你队长，必须监督你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就要站在这儿等你收拾好。大家还在等着你呢，哼！啊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